不是，我现在有点热，我想喝一个冰饮料。冰的对肠胃就是不好，不好，不好。啊，好。当当当当当。你好，你真的好爱喝冰的哦。不是很冰。常温，常温。我还不冰，还不冰。喝点啥？喝点冰的吧。我来给你们搞，最会做冰饮料了。我要喝，我也想喝。弄好了，你们就先去坐坐吧，好不好？看到了。啊！年底我们就这样做了，做一下这个操，好不好？你把自己安排这么满干什么呢，妈？还在看手机？关了，关了，关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快睡觉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对，您的这个肩膀线特别不好，哇，你这个作业更严重了。这腺体的管子都没有了，看到吧？哦，天哪，我没有睑板腺了。就是您左眼的形态，现在就像一个50岁的人一样。50岁，我造成这个的原因是啥呢？他又经常看电脑，一天都不离手，手机不离手，一个电脑手机。嗯，不行不行。那个电脑手机要注意点。胖一拼来啦。哦，还可以啊。对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。看这条，看这条。哇，这个好看，感觉上来了。不要太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我觉得这套好，这套好，这套好，这套好。哎呀，还在教呢。哎呀呀，好身材，好身材。哎呀，白玫瑰。儿子，我真的是为了你，我都。我要拼了。音乐，你再往前走点。高兴唱出来。是个傻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回答？为什么还叫我是很虚假？那个人在等着，在路上傻。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对，会见了嘛？我觉得就到这就行了。反正其实浅没浅成不重要，只要我们今天开开心心的玩了，而且是和我最爱的儿子一起玩，心情就格外格外的舒畅就好了，就行了。嗯，好，好温馨啊！我先自拍一张。阿姨是一个特别乐观的人，对，真好。就12个动作，这是鼠啊，鼠牛就是这样子，虎，兔是这样，对，兔，龙是这样，蛇是这样，马，羊，猴是这样，鸡啊，狗，都这个动作是为了瘦腰腹的。这首歌里面又有他的声音，又有我的声音，然后感觉就是我们俩合作的一个礼物的样子，然后再加上我给他编的这个广场舞，他有事没事的话可以把我的这些教给他的动作学起来，又可以锻炼身体，又可以想到原来这是儿子编的舞，所以感觉这个礼物送给妈妈的话还挺好的。哇哇，这个跳起来应该很酷，感觉自己真的可以飞的感觉。感觉自己真的会飞檐走壁了，感觉。行 ，OK。运动快，快，流了这么多汗，马上测体脂，有没有效？谢谢阿雅好身材，没想到吧，我完成了体脂率的这个目标。这个是你给我和你爸爸
最好的礼物就是健康的体魄。体魄真的太好了哈。好，儿子最棒，来来这个、啊、真的带进去了真的哽咽了